但中国人再穷嘛，也不至于说弄害怕的。每个民族有他民族自尊心嘛，属于自己的分开，想拉住自己的微薄的积蓄吧，捐给国家。这是1996年胖东来的老板于东来为国家捐钱买航母的真实录像。当时美国航母在我国东南方向横行霸道，于东来三兄弟看到新闻后，当即东拼西凑借来了20000元，连夜开车赶到了北京，把钱捐给了中国航天基金会，理由也很简单，能维护国家的尊严，不管我打扰了我都有能力防卫。为了表达对他们的感谢，中央电视台后来专程赶到许昌为他们拍了一部纪录片。看完这部片子，大家也许就能明白胖东来为何能成为中国第一超市了。30岁以前的于东来人生好像不怎么理想，他卖过水果，卖过冰棍，当过工人，还下了岗。1990年于东来从亲戚那借了一点钱，开了一家烟酒店。虽然很不情愿被家人接济，但于东来想着自己漂泊多年一事无成，就想赚点快钱。正好这时有个外地人上门说可以提供一批低价货源，于东来抵御不住诱惑，也顾不得货源来路不正，就直接拿了货。结果很快警察就找上了门，于东来被罚30万。为了翻身，他只能再次开店。1995年，于东来在哥哥的资助下又开了一家名为望月楼胖子店的烟酒杂货铺，但吃一堑长一智，这一次于东来喊出了用真品换真心的口号，对所有顾客保证店内绝对不卖假货，同时还提供无理由退换货服务。在那个年代，敢标榜自己不卖假货的商店可不多，即使像友谊商厦、亚西亚这样的大牌商场都不敢保证。于东来这样做可谓是把自己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但危机也往往伴随着机遇。于东来用真品换真心的行动为自己培养了不少忠实客户，到了节假日顾客更是挤满了于东来的小店。当年年底于东来就赚了80万，本想着6年才能把债还清的于东来惊呆了，他确信了踏实做生意真的能行。而且随着生意越来越红火，于东来的格局也越来越大。但中国人再穷嘛，也不至于说弄害怕的。每个民族有他民族自尊心嘛，属于自己的分开，想拉住自己的微薄的积蓄吧，捐给国家。这是1996年胖东来的老板于东来为国家捐钱买航母的真实录像。当时美国航母在我国东南方向横行霸道，于东来三兄弟看到新闻后，当即东拼西凑借来了20000元，连夜开车赶到了北京。由于人生地不熟，三兄弟在北京转了整整一天，也没找到能接受捐款的部门。刚那一天开了个全国的代表会了，却没找到人。中午我们回来了，可泄气了，我想咱拿钱来没捐。最后他们来到了中央电视台求助，记者帮他们查到了中国航天基金会的电话号码。据当时基金会的秘书长陈广利说，他们穿的衣服很一般，就跟农民一样，但掏钱时很痛快，说终于找到捐款的人了。捐款之后的于东来在面对记者的镜头时还有些不好意思，咱那做生意啊，挣的有钱了啊，国家这连个像样的航空母舰都没有，去看看博物馆的展览个飞机吧，净见外国飞机。咱拿了1-2万吧，反正对国家来说的数目是太小了，咱都表一点赤子之心。20000块在现在看来可能不多，不过当时已经足够在许昌买一套像样的房子了。由于现金流有限，这钱还是于东来三兄弟东拼西凑借来的。在完成了这趟颇具使命感的北京之行后，三兄弟又回到许昌继续做生意。当时他们已经开了2家店，一家是哥哥于东明的胖子烟酒超市，一家就是胖东来的前身。三兄弟的分工也很明确，于东来负责2家店铺的日常运营，于东明和刘红军负责进货。他们每周都会去郑州2-3次，每次都一大早就出发。为了能挑选到质量最好的商品，他们每次都会在烟酒批发市场泡一整天，一旦发现有商品质量销量都不错，他们就会和批发商软磨硬泡好半天。跟着他俩去进货的记者发现他们过得非常节俭，午饭只是一份简单的盒饭，跟人谈生意时主动递过去2根烟，如果对方只收下一根，剩下的那根他们都舍不得自己抽，还要再放回烟盒里。正是本着勤劳节俭的良好品格，三兄弟的生意才会越做越大。但中国人再穷嘛，也不至于说弄害怕的。每个民族有他民族自尊心嘛，属于自己的分开，想
拉着自己的微博的几媳妇捐给国家。这是1996年胖东来的老板于东来为国捐钱买航母的真实录像。当时美国航母在我国东南方向横行霸道，于东来三兄弟看到新闻后当即东拼西凑借来了2万元，连夜开车赶到了北京，把钱捐给了中国航天基金会。回到许昌的于东来在忙碌之余也会继续关注东南局势。为了让三兄弟放心，航天基金会的陈秘书给他们送来了一颗定心丸。陈秘书们，炮弹不是说咱中国最好的武器，好比这还要好，我们心都可高。那咱中国的武器不是也非常尖端吗？说到这里，于东来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这不仅代表着他对我国未来的美好憧憬，也代表着作为一个中国人民族自豪感的体现。记者在结束拍摄时还衷心地祝愿他们以后生意越来越好。不过在1998年的时候，于东来的生意还是遭遇了一场意外。当时由于小混混骚扰店里的员工，一向以员工为重的于东来选择立刻报警处理。没想到怀恨在心的小混混在一天夜里直接提着汽油一把火把于东来的商店给烧成了灰烬。这就是当年震惊社会的许昌315特大纵火案。这一场火灾导致店内8人遇难，于东来几年的心血全部毁于一旦。当时接到消息的于东来大病了一场，他觉得是因为自己的鲁莽才使得8名店员遭受了无妄之灾。老顾客们见于东来的打击如此之大，有人给他写信鼓励，有人头也不回的给他塞钱。这些人的支持让于东来重拾信心。他说1999年以前于东来和大家一样只是为了生存，1999年以后我要做一个伟大的人。后来的事情大家就都知道了。十几年的运营下来，胖东来从一家默默无闻的小商店变成了河南人最引以为傲的品牌。国家有难时，于东来仍毫不迟疑。2003年非典来袭，他一口气捐出800万。2008年汶川地震，于东来亲自带着员工赶往救灾现场，并累计捐出价值820万的物资。2020年疫情，他捐了5000万。2021年河南遭遇洪灾，胖东来超市遭受严重影响，可他还是拿出了1000万，自己还冲在救灾第一线。有人说他是作秀，也有人说他是理想主义者，不是个合格的商人。但我在这里还是那句话，作为一个为国为民的商人，他活该赚钱。